长山古寺位于达古岭平奢和敬山之山脚，长山之侧。古寺建于1789年，已有200多年历史。进入寺内便是天阶，登数十级便抵达正殿。内有左右偏殿，殿内供奉的是三宝佛、观音、地藏王及韦陀。寺内对联至今仍有保存：长亭惜别，古道临奇，雨粒沉金人日日，山鸟迎春，四宫送晓，阴中风庆我年年。上下联的第一字和第五字嵌出了长山古寺四个字。长山寺呢，前身就是一个长山庵，就好像一个佛，就是经过的人呢有200多年历史，就前身呢就是一个庵堂来的，就由1949年呢就一个谷山杰的僧人呢在主持呢变成为长山寺，由庵堂转为寺寺院。寺庙对出的山径当时是来往沙头角的必经之路，所以长山古寺也一度作为旅客中途歇脚的地方，并供应茶水。长山寺呢本来的前身呢就是在这里，由在大鹏城啲人经过沙头角就去深圳趁墟嘅中途站，有啲水供应茶水俾佢哋嘅。1998年被立为法定历史建筑，里面还有不少历史文物开放给市民参观，由新界北区西村代表组成的长山古寺委员会管理。就七条村之后咧，就系马屋边村啦、大塘湖村啦、来董村啦、平斜村啦、就和敬山村啦，同埋个平阳村，仲有一个莲拿坑村，共七条村。而家成立一个委员会管理咗呢个长山古寺嘅，就系由香港赛马会出资，同埋香港嘅建筑处同埋个咁啊古迹一齐合力喺度维修紧嘅。而家个寺咧系由一个就有个保安员睇住嘅，开放俾市民参观。就由朝头早8点至夜晚下昼5点开放俾市民参观嘅。每年的佛诞就是农历的7月18日，也是长山寺庙诞，和传统的玉兰盛会，每年都会举办活动，给村民们参观参拜，驱邪避难。呢个玉兰盛会咧，以前咧啲七条村咧，全部都系耕田嘅，耕田咧一定要养啲牛噶嘛，牛用嚟耕田啊嘛，咁样嗰阵时咧就好多啲瘟疫啊，就每条村咧就用嗰啲圣火啊，即系用点着啲香啊，冇啲香炉啊，嗰啲啊，咁嚟驱嗰啲瘟疫走咯。这个鱼蛋节好大个，全香港九龙都有啊，鱼蛋节啊，就用一个鱼蛋节，大家集资咧去打斋啊。7日7夜，咁啊打完劑嗰陣時啊，果然咧冇事啊，咁啊繼續咧咪一路傳咧嚟咧二蘭節，每一年咧二蘭節咧，大家都嚟打劑啊，都嚟請一啲道士打劑啊，做啲法事啊，燒啲元宝祖竹啊，咁樣就好有七條村嗰啲人大家平安啦。今年的长山寺庙诞，委员会担心村民们辛苦，特意花钱搭了一个好大的棚，让大家不用晒太阳，舒舒服服，开开心心吃盆菜。各位嘉宾，各位善信，好高兴今日即系天气咁热，大家饮多杯，饮多啲水啊！但是多啲盆菜。各位长山寺嘅善信，沙打两区嘅居民，大家好。今日好荣幸咧，我能够出席呢个长山古寺嘅一年一度嘅普诞。咁咧就呢个普诞咧相当之有意义，因为佢呢个系长山古寺咧系
關乎到我哋兩個區嘅村咧，都係有份參與嘅。咁啊，呢個好值得係大家去發揚光大呢個長山古寺。咁希望佢哋嘅長山古寺嚟緊嘅發展係一日千里，造福我哋兩區嘅村民嚇，風調雨順，合家平安。多謝各位。鄧春田主席，李冠龍主席，大家好，各位街坊，各位我哋嘅村民，大家都知道長山寺管理委員會咧好好，佢都利用呢啲資產咧係資助我哋兩個鄉事會嘅一啲經費，同埋做喺一啲地區做一啲慈善嘅工作，令到好多一啲活動啊都受到贊助嘅。是可以說是更加令到活動呢是盡善盡美的。在這裡我不阻大家太多時間，因為太熱了，好天氣了，是恭祝各位身體健康，合家平安，家庭幸福。多謝多謝。还有请到方一琪小姐为村民们唱歌。
难得大家这么人齐，连很少出外的沙头角禁区居民都组团组队来开心聚会。咁我哋每年咧都有个咁嘅节日咧，就系、是、聚集啲乡民喺度，几条村喺度联谊，其实一个联谊嘅方法。咁大家联络下乡情，认识下啲乡亲咁嘅。沙头角同埋打鼓岭两边嘅都有，啊，都好多。今日应该有二三百人嚟噶啦，今日有二三百人喺度，因为我哋嘅区份咧就比较偏僻啲啦，你知道我哋呢度比较偏僻啲啦。咁現今留喺度呢個區裏面生活嘅居住嘅原居民咧就唔係太多，咁我哋就盡量揾都有應該有二三百人嘅，即係活躍嘅喺經常喺度居住嘅。吃完盆菜，大家開心過完一天，下次活動再見吧。